乌俊，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，不是你的能力，也不是你的野心，而是你的情谊。啊，看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这小子把自己那点卖命的钱，全都给了胡天宝的老婆做安家费。你说他傻不傻？他的境界，你不懂。你对胡天宝的老婆和孩子。 还有齐天他们所做的事情，让我很钦佩，很感慨。你是个有情有义的雅文交给你，你绝对不可以辜负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对待。走。 这个 U 盘里面装的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心血，这小小的 U 盘，就是这个 U 盘，你可千万别小看它。 这个就是嘉裕集团所有的核心秘密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 嘉裕集团之所以建立了庞大的物流公司，为的就是掩盖这些制毒车辆。而这个 U 盘里面有我们嘉裕集团所有制毒室的资料。这个 U 盘会随机产生7对密码，每隔3天就会全部变一次。每一组密码都会对应一个制毒车辆，每一组制毒师和任何其他组的制毒师是互相不认识的，他们认马不认人。只要是拿到这个，所有人就为他马首是瞻。我靠，太厉害了，这简直天才啊！就凭这个。 不知道甩其他制毒工厂几条街了，那些人怎么能跟我比？这个 U 盘可以实时监控所有制毒车辆的位置，能随时掌握所有制毒师的动态。我们旗下的这些车辆，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不断的移动，日夜不停。我们制造的这些高品质产品，源源不断的出厂，流向每一个消费者。 现在那边。
你们去四周给我查清楚，把门开了。 找到了吗？喂，老板，王月的人来了，只堵车和七天都被他们抢走了。什么？他怎么知道七天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别说了，先回来。 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到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有人发了定位给我。是谁？不知道，用的变身软件。不过我猜应该是林佳玉的人。他这么清楚这辆纸堵车的位置，我想也许想投靠我们吧。应该地位还不小，试着联系一下他。嗯，好。 说不定能为我们所用。嗯，对了，马胜联系吴泰文，给我多增派点人手。既然他无惧背叛了我，那就让他和林佳玉一起死吧。 车已经从设备上消失了，我估计是齐天拆掉了那个追踪器。但是为什么那个王月会知道关押齐天的位置呢？到底是谁？这个连吴惧都不知道的。我也奇怪，这齐天在高地上布置了狙击手，明显是想把吴惧一起都干掉。这吴惧干嘛还要帮他呢？ 那我们就先不纠结这个事情，当务之急是把齐天给我找到。阿沙他们已经死了，我们要趁戴文没有派新人来之前，彻底把齐天打掉。这件事，由你和吴惧互相配合，给我记住。这次我不要活的，不格杀勿论。是。
根据追踪器的显示，智都车在南郊，那应该是齐天的秘密据点。按照他的性格，应该很快就在里面制毒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人赃并获了。对了，林佳玉已经正式向我交办，只是他毒品集团的所有资料，他想跑，你们要尽快行动。我是建议两边一起行动，到时候将这两个毒品集团彻底铲除。太好了，吴局，我们终于可以胜利了。吉田怎么样了？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，只要继续配合治疗，痊愈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。吉田在上面等你呢。好，司机在下面等你了。啊，好。怎么样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尽快准备好，飞驰，明天开始制毒。医生让你好好静养。你别听他的话，我们是在抢时间，必须尽快向戴文证明我们可以制造出完整的病来，不然他凭什么保护我们？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根本没有办法和林佳玉斗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去安排。你先好好休息，交给我吧。这到底什么会啊？对自己弄这么严格，看来是大行动。黑警到现在都没找到，严格点也是好事。就是，就当是组织对我们的保护吧。行了，都安静点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吴惧同志，我们的英雄。他是组织安插到毒贩内部的卧底，正是因为他的艰苦奋斗，他的舍生忘死，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将冰蓝贩毒集团一网打尽。同志们，冰蓝行动已经到了收网的时候了。在行动之前，我宣布一条纪律：鉴于此次行动的特殊性、严密性，市局决定，凡是参与冰蓝行动的工作人员，均不得离开市局一步。一切吃住行等相关事宜，均由市局办公室统一安排。明白了吗？是。液态反应，
150就是，记录。 液态蒸馏反应，化合物蒸馏反应，750，记录，峰值。154，下一个。154，反应正常，记录。 青铝硅反应正常，呈凝胶状吸稠。冰蓝结晶正常。试试。 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外面来了好多警察。警察？什么？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现在不是追问的时候，我们得快走。把这些毒品毁掉啊！老大，你们先走，我先出去顶一下。好兄弟，姐，毒品，来不及了，跟我来。 Yeah!
我不换，听我的，把衣服先换了。。处理一下。是，走。原来你真的是警察，开始第二步行动，全面抓捕林佳玉犯罪集团的成员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在家待的无聊，吴惧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吴惧不是陪着你的吗？早就出门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不是叫他陪着你的吗？他到底去了哪里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喂，快跑！警察来抓你了。什么？叫你跑！亚文，跟我走。你们这是？警察。哦。警察，别动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警察。什么事儿？我们老板呢？老板的女儿出去了。什么事儿？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。林佳玉逃跑了。走！封锁车库，疏散人群。是，快！
快撤离！快快快！马上，迅速撤离！快快快！快走！快快快！快走快走！让开！走走走！让开让开！躲起来！站住！快走！警察，别动！是警察。林佳玉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赶快投降！我不投降！吴俊，你不要找我爸爸，我求求你放了他吧！亚文，你爸爸罪不可赦，赶快劝他投降！吴俊，不要求他，他一直都在欺骗你，他在利用你的感情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吴俊。亚文这么喜欢你，你还要欺骗他的感情，我要你死！追，是是。佳玉，亚文是无辜的，你觉得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如果你再错下去，他这辈子真的被你给毁了。放下枪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带他去最好的戒毒所戒毒。自首吧。爸，我们逃不了了，投降吧。我是毒王，我不会输。你为什么替他挡枪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爸，吴俊会照顾好我的。亚文，你走！快追林佳玉！
特别特别爱你。山庄回头看已经是过往，原来你是警察。岁月正好，要玩两件之中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啊！我爸从小在我心里是最完美的爸爸，可没想到他却是个毒贩，他贩毒害了多少人，他在多少人家破人亡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宁可生在平常人家，遇到爱当警察的你，我们开开心心的恋爱，开开心心的结婚。燕儿，你一定可以好好活着。你那么年轻，你一定可以过上你想要的幸福生活，知道吗？吴军哥哥，你能亲我一下吗？关我的事。
我全说了。车上，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站住！快下来！站住！快！